要连拥时间。早上9点到中午这段时间，天气晴朗并且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要连拥鱼最为合适。连拥鱼又叫做花鲢、碰头鱼、包头鱼、大头鱼、黑鲢，也有的地方叫它雄鱼，外形比较像鲢，侧扁，是一种淡水鱼，头部宽而大，头长约为体长的1/3，口翼宽大，稍微上翘，眼位低。钓鲢鳙的3个注意：一就是要注意天气，突然变天的前一天好钓鲢鳙，所以在出钓前要关注当地前后的几天天气预报。二，要时常的关注时间。钓鲢鳙的最佳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，这两个时间要注意。三，关注温度。鲢鳙最喜欢水温多在18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时候，通常微风舒适的阴天比烈日炎炎的大晴天要好钓。